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关注我的频道，免费福利送不停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高速 VPN， 它可以在苹果手机上、macOS 上，包括安卓手机跟这个 Windows 上面都可以使用的。我实测了一下，它的速度非常的惊艳，随随便便去到10万加每秒的一个速度。并且它还可以秒开 ChatGPT， 包括奈飞，那是非常的 nice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。我们在虚拟机上做一个演示，它的初级版本呢，它是有专门的一个 APP 可以下载的啊，软件可以下载的。高阶版本的话呢，比如说在 Windows 上面，它是用这个Flash 来作为一个演示的，来作为一个载体的，那么把订阅节点导入到 Clash 里面呢，就可以使用了。假设没有下载 Clash 的话呢，那大家可以等一下在它网址上可以下载。好的，我们打开浏览器，进入它的网页，这个 VPN 名叫掌中世界啊。那我们尝试先注册一个账号，这边这个什么邮箱都可以啊，什么邮箱都可以，包括这个QQ 163、Yahoo 126等等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尝试用这个 QQ 邮箱给它注册一下。后面要选这个 QQ 邮箱啊，我们点发送一下。好的，我们收到验证码，给它输进去啊。好的，这边呢就随便输入一个密码，这边输入一个邀请码啊，输入一个邀请码，那么这个会有惊喜啊。演示的话就不用输了，我们进行一个注册。好的，注册以后呢就登录了啊，登录了。这边有一个120分钟体验套餐，这边有一个一键订阅啊，我们就点一下这个订阅链接啊，复制订阅地址啊。复制以后呢，我们来到我们的虚拟机上啊，做一个演示。那它是需要订阅地址输入的 Clash 里面的啊，我们打开 Clash。假设没有下载的话呢，可以到这个等一下它网站里面也有啊，或者是你到 GitHub 下载都是可以的。我们把这个地址给它添加进来啊，然后我们点击下载。 OK， 下载成功啊，这边看到这个是叫什么掌中世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代理情况啊，这一边我们给它刷新一下啊，延迟测试一下看看。好的，这边延时呢，这个绿色的就是可以用的啊，100多毫秒，这个还是蛮快的，还是非常快的。那么下面呢也有这个解锁奈飞的啊，解锁 ChatGPT 的都有啊，都有。那我们随便啊找一个这个，我们随便找个节点连接一下看看，打比方我们选这一个。我们这边呢就打开这样一个系统代理。好的，打开以后我们打开浏览器，我们打开 YouTube， 这边的话我们随便找个 4K 视频测试一下，跳过广告。好的，现在已经开始播放了啊，已经开始播放了。那大家看到它目前自动的就是 2160， 就是 4K 的啊， 4K 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详细统计情况，那现在出来就是74000的一个速度啊，74000，也就是每秒74兆，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惊艳的啊，非常非常惊艳的。我的宽带呢是这个300兆的光纤啊，假设你是1000兆的光纤呢，这随随便便去到10几20万开都是不成问题的。我们尝试给它快进一下，这个快进经过几秒钟的缓冲的话呢，它马上就打开了啊。目前稳定在64000，速度很稳定啊，目前还是在66000左右啊，速度非常稳定。我们再快进一下，那现在到了7-8万的一个速度啊，8万多的一个速度。那大家看到啊，这边这个节点也是非常多的啊，非常多的，并且它的延迟呢都是非常的低，都是非常的低。最低去到100多毫秒啊，在基本上很多地区的这个节点都有
包括欧洲、亚洲啊，然后美洲等等，都是有的。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个节点。打比方，这边有专属的 ChatGPT 的，有可以解锁奈飞的啊，都是可以的。那它这个链接呢，不只可以复制这一个啊，去到 Clash 里面用，也可以扫描二维码订阅也是可以的。那个苹果、安卓、macOS、Windows 都是可以的，包括导入的小火箭。那么这边这个使用文档这一边呢，啊，它有专属的客户端使用，啊，这一个是解决99%问题的，包括这个懒人小白的，懒人小白，懒人小白的，那这个就是专属的 APP。假设你不用 APP 呢，也是可以的啊，也是可以的。这个进阶版，像 Windows 进阶版，它就用到 Clash 等等，都可以用的啊。那么这个节点状态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啊，这一边的话呢，这个节点也是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，就像刚才在 Clash 里面看到的，其实是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那么它美中不足的啊，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？这个试用只有120分钟的体验套餐，然后它的总的这一个流量是给的2G。那么假设要用的话，打比方这个 Windows 的进阶版，我们点击一下。这边就是下载 Clash 客户端啊，这是一个下载链接。那么下载之前呢，把杀毒什么东西那个关闭一下。然后下载以后呢，这边就可以点击一键订阅，选择链接以后呢，选择 Clash，点击打开以后就导入这个配置啊，下载导入都是可以的。那么这一边它这个订阅呢，它是有很多的一个套餐啊，很多套餐。这一边是有100G 的。280G 的、680G 的，啊，这边到了2000多G 的等等，那后面还有更多的5500多G 的。那么它的一个套餐的流量不同，它支持的设备数也不同，那然后它这样一个价格也不同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丰俭由君啊，任君选择。那我们回过来这一边的话呢，还是稳定在6万多、7万多、7万4的一个速度啊。我们随便再快进一下，相信还是一样的快速啊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呢就介绍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